哎，方怡教练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来介绍你的这个呃体适能教练的一个人生，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呃，大家好，我是朱方怡，然后通常学生都会叫我小朱，或是叫我菲蜜。然后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差不多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了，嗯、然后目前就是有在教授一些有氧、激励课程跟瑜伽这一类的。嗯，好，那我们先从你这个呃大学是舞蹈系相关开始谈。 嗯，好，我应该是说，我从小三，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接触舞蹈，从小学三年级一直接那个学到大学这样子，所以是科班呢、啊、科班可以算是科班，哦、对、哦。那是你自己的兴趣还是家长？一开始是我自己的兴趣啊，哦、然后来是有点被逼着学，是因为中间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呃，就是疲乏吧，可能就是我原本跳太久了，呃，也不那么说，因为说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很喜欢跳舞，嗯<哼>，可是在那个行业里面的，在那个在那个圈子里面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的。 应该是说，我是比较属于没有那么被老师喜欢的学生，活泼好动，是不？ 哎，没有，我是安静的。哦，oh. 我跟你小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以前是非常安静的，然后完全就是会躲在默那个小角落里面的的那个学生，所以老师通常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我，嗯、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会没有很成就感，然后也没有很安全感，所以我会学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想学。然后可是家长通常就是会觉得说，你都学了那么久了，不学很可惜。然后你又不会读书，那你就是。嗯 就走这条路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有点是这样这样子被安排好的。可是也知道谢谢爸爸妈妈了，不然真的、嗯、<哼>现在也不知道干嘛。诶、欸，可是到大学舞蹈系有分组吗？啊、呃，没有。我们我们刚可能我那间学校，我知道有些学校会分什么现代组、芭蕾组、對對對民族的，可是我们那间学校没有。所以你有特别特定的这个舞蹈专长是哪方面、嗯？我那时候比较专长是民俗舞哦<吼>，对古典舞那一类的，是对，跟现在很完全。 不一样、欸，可是如果以这个民俗舞蹈的专长，他毕业的出路嘞，是不是只能进舞团？舞团，或者是你只能去找那种像是呃比较传统舞蹈的地方，就是到补习班的那一类，哦哦、对，去教那种比较传统舞蹈的。嗯，我之前也有去过，但是就是觉得跟如果说为，就是说为了我们的生活嘛，那那这两方面的其实给的薪资是差很多的。嗯。 不过你跳这么久的舞蹈，应该如果是一般的这个舞蹈都能够教嘛，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舞团都可以进去嘛？相关的舞团哦、喔，不见得，他还要看你的那个。他会跳吗？对，他看你会不会跳，因为你进去，你即使就是你要进去之前，他一定会看你的跳舞的身呃身体状况，嗯<哼>，然后你的体能状况，然后那个我自己觉得说没有办法，就是持续很久，因为我可能看比较远一点。 是對，对我看比较远点，我就觉得说舞者这一个行业，可能就是有年龄上,上的限制，跟你体能上的限制。你没，你可能前期就是为了你的梦想。 对，然后你的心灵满足，但是后后期之后，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刚刚讲的那个职业舞团是去考的人，大家素质都很高，对不对？应该都是舞蹈科系吧？嗯、对，应该几乎几乎都是。你也你也不能说，就是说我有遇过，就是他不是舞蹈科系，但他天生就是吃这行饭的。是是,是，<laughs> 对，他是中途半路出家，但是他练的程度，他的身体的能力。 反而比科班还要好，也是有的，嗯<哼>，但是就是像你说，居多都是科班出来的，所以想要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还是不容易，就对。我觉得是不太容易，要走这条艺术这条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所以毕业之后就两受散。 很多啊，你你你毕业之后嘞？我其实，在大学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在迷茫，嗯、很多就跟大家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有去考幼教学程，嗯，对，就想说，哎、欸，那个当幼儿园老师会比较稳定一点，嗯、对。然后就是那时候真的毕业的时候有实习一段时间嘛，<是>在实习过程中觉得很开心，很不错。然后真的实习结束，我也去应征了幼儿园老师，但是真的待三个月之后，我就。 完全放弃这个行业 <laughs>，可是幼儿园老师跟舞蹈专场好像也不太必然，对不对？呃，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相关，因为你毕竟还可以会一些什么带动跳啊，那个都会带动小是一小部分啊，唱小常常跳跳而已啊，对，一小部分。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专业，这<对>只是那时候园长可能觉得说，啊，你是舞蹈科班的，你可能可以带小朋友一些带动跳，或是带一些活动。嗯，对，他就是那时候就是聘聘请我进来，所以你发现要更多的耐心哦，更多的耐心，加上就是呃。 你跟小朋友的对谈嘛，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说，小朋友他有非常多的一些状况，嗯，是我们觉得说，一老师上比较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幼儿园老师是个天职。我到现在都还觉得说，能够当幼儿园老师，那真的是很很厉害的一个职业，就是要常常排解一些小吵小闹、哦、不痛不痒的小事。不知道、哦哦、因为我现在当妈妈之后，我其实发现幼儿园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嗯、是因为。 你可能还要随时观察小孩子他有没有一些，呃，发展上的一些迟缓跟的状况，哦嗯、然后他的视他的视力有没有就是说有问题啊，或是他的肢体有没有问题？你如果在这段时间你没有发现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错过这个小孩子的一个矫正的黄金期。三个月的一个挫败，那之后嘞？三个月挫败之后，我其实有回到一个呃舞蹈教室，然后原本想说就是要呃。 变回舞者，从舞者那时候，那时候想说先从舞者开始。对。然后是那时候有，应该说我有遇到一个贵人，我有遇到一个学姐，然后还跟我是、嗯、也是大学同校的，然后他已经进入了体适能界。嗯。然后是他跟我说，叫我就说，诶、欸，你不要就是去经营教室。他说你还可以出来去就是教课，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有了有氧证照了，我已经有了那个记忆力核心的证照了，嗯、那你为什么就是不去？ 教课，然后你要去雇在一间教室里面，嗯，对，然后就是，所以是那时候他把我，他开导我，然后把我带出去，然后而且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你一开始要进入是不好进入的，嗯，你必须就像你说要有人脉，然后你要怎么接，嗯、你要怎么接课，你要怎么去投履历，这个都很难讲，所以那那个学姐是直接帮我介绍他自己上课的地方，就直接把我带进去、哦哎。可是不是，如果你能够考到很多专业的一个证照，应该就比较容易被录取。 我们的证照其实应该是说都，这是最基本的，对，它是必须最基本的，因为有我们的老师们非常，大家都有，几乎都有，几乎都，你一定要有这样证照。然后，可是有些地方确实不会看，啊，然后现在现在有很多的地方，他的老师可能都已经满了。 你满了，就算你想进去，觉得你的能力很好，但是你想进去，你也没有空位啊，你可能还要排、啊。太多人去卡住这个位置。对，那要不然就是你要从代课开始，代课开始，然后这个老师可能结婚啊、生小孩啊、有事情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才有办法进入进进去这个他他这个地方。嗯，诶、欸，可是如果范围再大一点，不是健身也是相关领域吗？你说健身房那一类的吗？对啊，健身也算是，所以其实。 激励激励课、有氧课其实也算是有点偏向于，就是健身房那类也是可以走的。嗯、但健身房里面就是呃，一开始我还是菜鸟的时候，我很想进入健身房，但是进不太去。欸、嗯。对，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就是卡住了。对。里面的资深老师会培训自己的学生，嗯，然后出来再当教练。 所以等于说，他们的那个空间都已经被他们自己的人都塞满了。共生系统，<laughs> <對 S 1> 除非你要先花钱去当他的学生，才有机会。<laughs> 然后你还要去上他的培训课，是，<laughs> 对，嗯，可以说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女生在健身圈，或者是这个呃，尤其是健身圈，我觉得应该特别吃香吧。 因为如果女生想要跳这些东西，应该很怕被男教练触碰吧？女教练比较吃香，但同时也要学习保护自己。因为确实，女教练就是男客人。哦、可 <laughs> 还好，因为可能就是我遇到的学生几乎都是妈妈的，或者是女、嗯、女孩子，都是真的。呃，我们其实都是在那个接触过，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我很习惯性，我会跟他们说，我会去触碰他们，我会去调整他们。对我会调整姿势，因为我上我课，学生都知道我会调整姿势。嗯嗯。对，所以我都一定会先有个安全指令说。 我我我在调整的时候，我一定会碰到你们身体。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先跟我说。男生也是，嗯、是对那尤其是有男生在的时候，一定会特别假。嗯、对。然后，可是如果说男生就是可能通有之前还没结婚的时候，是有遇过男学生在下课的时候，然后就想要再跟你就是进一步对邀约。對,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这样子。嗯、那时候就是开始嗯，<laughs> 会避了。 是是是，对，所以你说入这行其实就是专业证照是基本门槛，可是最重要就是要先有人脉介绍进去。嗯，我觉得人脉是很重要，因为像我们这个很其实很很散。你有公司行号，公司行号你第一个嘛，你一定他一定会先找你认识的人，<對>然后老师没有办法再去介绍你认识的老师，其实通常很多都是这样子介绍来的。<對>然后要不然就像你那个投履历，你要自己去丢丢，丟就是丢像那种。 运动中心像还好说，现在运动中心很多。对，然后健身房是可以丢，但是它其实录取率几率就是很不高。可是很多人也不是也转所谓的瑜伽教练嘛，有很多好像也是相关，因为你们身体本来就很柔软嘛。对，非常多。嗯、我像我们舞蹈科科系的，可能会一开始先从有氧，然后舞蹈，然后再来就是转瑜伽，<對>因为瑜伽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也算是一种修复。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真的跳跳，可能就是一整天都跳很久了。我之前曾经有一一天跳了四个小时的有氧课，嗯，然后回去是感觉整个身体就是弹了，整个就是弹。嗯、可是你上瑜伽的话，其实我觉得能量可以比较多一点，甚至你可以安静下来去感受你自己的身体，修复就对,对,对修复的对。所以我觉得说瑜伽其实是可以走比较长远的路，嗯，对。要不然一直蹦蹦跳跳，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对你的身体跟关节其实还是会有,是会有点伤，因为我们是有点是过度，对这样。 所以这样子一进入之后，是不是自然的课就会越来越多？包括团体班或者是个人班。嗯，对，如果你教的好的话，其实学生他自己就会找你，他会找你说：“哎、嗯欸，那个老师你有,沒有空，我们可以就是上一对一私人的，或是你可以到家里，到家里上课的也是有。”教的好的，嗯，定义怎么样来区别？嗯、因为大家都很专业，大家都会跳。 那是指所谓的这个口语表达，或者是让学生理解的程度吗？这个就分了很多方面了。嗯、第一个嘛，你说我们专业一定要有对，然后再来就是就老师跟学生我们之间的感觉上，你觉得说我跟你就是谈话过程中，你觉得我们是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很合嗯，对，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说，像我会比较喜欢就是一直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的感觉，嗯<哼>，对，然后我不会去勉强。 对我，我着重于就是我不勉强你，你你你可以做到哪个程度，你就做到哪个程度。然后一对一的时候，如果说学生说这个动作他觉得不舒服，好，我就马上换。是对，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会蛮尊重他的想法跟意见。是但是有一些老师，他的可能专业的想法会是觉得说，我觉得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做到十下，你就要给我做完十下。 嗯，对，可是半强迫。嗯、对，但是有些学生是喜欢这一种的，嗯哦、<laughs> 对，他会有些是温柔对待，有些是严格对待。对，对，就是看说学生你学生他会比较喜欢哪一种老师的教法跟个性，对，因为每个老师虽然说专业东西很相像,像，嗯、但是教出来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气氛跟氛围也都不同，所以学生也会找适合他的老师。会，會有些人就是喜欢严格被折磨，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他的。<laughs> 目的跟企图。对对对，没错。对、嗯，然后有一些就是说，我很喜欢就是动一动，或者是我有遇过一种的，就是老师你跟我就是，然后我们放松伸展，然后你跟我聊个天，我就是想要舒压，这也是这也是有的。刚刚讲的这个有氧或者是瑜伽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体式呢，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呃教授的过程，有时候也会当学生的心理老师？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laughs> 也是因为心理的一些移转吧，会会转移在运动上。有啊，像我学生有，就是说他们说平常上上班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很崩，甚至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嗯、然后呃，哦有，就是像那个来上我的课的时候，上我课的,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會想我跟他们聊一下。嗯、<哼>然后学生会是一过来说就跟我说：“老师，我今天跟你讲，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么压力很大。”然后在上课的在上课过程中，我们可能去做伸展，他可能会觉得有点绷，有点紧。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你就吐气。” 然后你不想吐，你挨也可以，你要哭也可以，就是不要骂脏话，你都可以。嗯、对我就是让他们有时候就是挨出来，然后反而挨一挨，然后整个全班的感情就会很好。呵呵 <laughs> 对他们就是有时候上课的时候。 边伸展边伸展，然后去转移说身体不适的一些注意力，然后就会讲一下说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可能就哎、欸、也有共鸣，对，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疏解压力、啊。对，其实他们就会一个班上，其实就反而会变成一个一群很好的朋友。嗯，他们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动力跟放松，就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去这样。好，在你这个十几年的这个职场发展，刚好也遇到结婚生小孩。嗯哼，对。那你中间有停顿吗？呃，为了小孩这样子。 为了小孩，哦哟，那呃，应该说，我那时候发现怀孕的时候吧，嗯、我就是就是一样，就是怀孕还是持续上课，我上到差不多九个月，哦、小孩子上就是对，但是学生那时候知道，我就抱着一个肚子去上课，嗯，对，然后上差不多也停了三个月，嗯，对我只要差不多待产，然后坐月子，然后再修复的时候，我就停了这三个月，三、嗯、个月出来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又等于说是有点从头来过，嗯，因为在那之前的课。 可能就是已经会被代课老师先被接走了，是的，就被接走了。因为因为有一些地方，那时候我也有去接过瑜伽会馆，可是瑜伽会馆的他们不可能等等你等三个月，对，<呵>所以就等于说你还要再从头开始。所以，我几乎每次我生两个小孩，嗯、所以几乎只要生生小孩完回来之后，就是有一个空窗期，就是等于说我又要再重新接履历、丢履历这样子。所以你只有三个月，这样很短呢。所以你那时候都没有想要自己带小孩，或者是就职场先暂停。 如果职场真的暂停的话，那应该就是完全停不回去了是是。<laughs> 对，就很难回去了。<laughs> 因为虽然说我們我們可能就例如说我们一个礼拜有十堂课，然后可能有两三堂是我们最主要固定的课还接得回来。嗯、可是如果说你全部暂停的时候，那可能这些课就全没了。嗯，对，那就真的是归零。你可能就是要真的完全的。 专注在于家庭上，可是因为现在可能就是我跟我老公的那个生活因素，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说双亲家庭的压力是对，對,對,对，还是需要双亲家庭。你觉得你这样子这么多年的一个身体的训练，那反映在小孩的身上，他们会特别健康吗？无形中是不是也在替胎儿做一些训练？哦、那小孩是不是你说宝贝宝宝宝宝的时候，对不对？对啊，对啊。 你觉得他有跟一般的婴儿有点不一样吗？比较好动，<laughs> <laughs> 对，有，应该说 <laughs> 理论上应该有差吧。有，他比较好动，然后其实他们也会听得懂节拍，像现现在生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听得懂节拍。嗯，对。可是那时候我因为我可能在怀孕的那时候嘛，我在怀怀宝宝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多的还是跳动，嗯、那时候反而静态的很少，所以我有氧课跟基地课是居多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小孩子这样生出来的时候，虽然说他们的身体状况 OK，但是就是有点。 嗨，嗨 <Hi, S 2> <動>，hi, 对，就嗨，<laughs> 对，就是比较嗨。嗯，那应该也有对怀孕的妇女做专门的一个这个哦，有有有嘛，孕妇瑜伽，嗯，也是有的。<是>对，可是我目前还没有去修息像这样的课课程，还要再进修相关的。对，这个还要进修相关，因为如果这个这个其实，因为每一个孕妇都是一个个体，对，她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同更谨慎，对，会更谨慎，因为就很害怕。其实那时候，其实我有在考虑要不要去修息这一门，因为我觉得说。嗯 我我其实有点在保护自己啦，我会觉得说，今天如果说小这这个妈妈来上我的课，然后如果回去之后要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即使原因不在我，但是我也会很愧疚，嗯，我会觉得，然后甚至再再更更麻烦一点，就是如果说他把所有的过错怪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所以你比较谨慎，我会比较谨慎一点，因为有小孩嘛，我就要保护自己，<laughs> 嗯嗯嗯、对，好，那我知道其实相关的这个征照非常多，那你有这个比较 focus 的一个主要征照吗？还是你这个很多都在考？ 嗯，我觉得我有兴趣的我就会考，我喜欢的，嗯、对，所以我没有说 focus 一定在哪。像我现在比较多在于瑜伽上，可能或者是那种像解剖学上这一些比较科学类的东西。可是自从有小孩之后，我就开始着重于想要心灵层面了。之前。 有，我记得有老师曾经问过我，因为那个老师是比较心灵学派的瑜伽，嗯，对。然后那时候我比较着重于像是比较科学类的瑜伽，是。对，他有曾经问过我说：“哎、欸，你怎么不会想要走疗愈？”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完全还没有没有那个想法，年纪还没到。对，年纪还没到，还没遇到事情。<laughs> 可是真的有小孩之后，就发现说：“哎、欸，我开始要跟他沟通了，我想要知道他的想法，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对，然后就开始就就突然之间觉得那个妈妈爱出来，然后那个疗愈的那种感觉就。 会想要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开始也去学习像一些西塔疗愈啊，然后 <laughs>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那个什么疗愈瑜伽那那那一方面也开始去接做接触。所以你讲疗愈瑜伽是多了比较多的冥想，是不是？冥想，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那个呼吸，还有那个呃，怎么讲？我比较着重，就现在开始也是在注重于，就是说当他们去感受，讲一些比较深层一点的。 嗯，就是当你去感觉你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或者你觉得心灵不舒服的时候，你试着深呼吸，然后让你的身体放松，然后你去感觉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我、哦、那个很细微，嗯，对没有耐心的人会觉得好累。没有，这可能在他们大休息的時候一的感受，一直感受在大。对对对，在大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很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烦什么。 嗯，对。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情绪抓出来之后，你可能可以，哎、欸，抓到这个情绪，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把它排放掉了。嗯嗯。好，那我知道还有人是比较 focus 在所谓的这个减重教练。哦，对,對,對很多、嗯、很多上我的课非常多，就是想要减重，但是观念可能要搭配饮食。要要，要嗯、对，我会很注重跟他们讲。所以你有这這,这方面的课程？目前没有。哦。但是应该是说上激励课。 上瑜伽课或上游泳课，他们都还是有这样的需求。嗯，这样他们就是，即使就是说我今天我想动哦，跳瑜伽为了减肥就对了，有也是有，因为他们他们的其实，可是他们想说，我就是动嘛，嗯、我就是动的话，那我应该会消耗，我应该会会有瘦身的效果，对。對然后我其实就是会想要跟他们讲观念，对，饮、嗯、食很重要，反正饮食比运动还重要。嗯。 吃的对，减起来比较轻松。对，没错，<吃>要不然你会跳的要死要活。吃的占七分，然后运动占三分。<對 S 3> 比如说你运动完之后，你再再去吃吃个炸鸡排，我跟你讲，哇，美。白跳，白跳了，而且还囤的更多。对，嗯、会。哎、欸，所以你这几年没有接触所谓的减重教练这一块的领域。 哎、啊，嗯，我跟动不动就有那 FB，很多人私讯，然后帮你几个月瘦身多少，我不敢讲这个，<laughs> 因为我觉得这个状况，刚当然有搭配一些这个策略对对对对对我遇过，那时候我去丢履历的时候，我就遇过像这一类的，就是。 他们是饮食跟运动一起去做结合，嗯、对对。然后可是我遇过，就是说你来当我们的教练，但是你要贩卖我们的产品，嗯，那我就说好，谢谢绑在一起。对，我就说谢谢，嗯、<laughs> 对，因为我觉得说运动是归运动，你饮食饮食的话，我不会很想要逼学生说你一定要去买这个，学生愿意买就买，愿意想吃就吃。可是我不喜欢逼说你一定要吃这个，你才会瘦。所以你这样运动的领域走出来之后，你就不需要跨到所谓的这个呃饮食部分了。 还是要稍微了解一点点呢、啊，了解就好，<還>但是不用真的卖什么东西、啊不不不不。我不太我不太喜欢，对，嗯、我不太喜欢说说你一定要去卖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喜欢专注在于运动这一块，对，嗯、因为饮食这个营养东西，不好意思，大哥，我读书不是很好，所以那个什么，哦、要背什麼、那個、对，要背很多那些什么营养营养素这一类的，<是>我我比较。 就是小，可是小朋友的一些营养素的话，我就大概会知道，嗯、可能就是你嘴破坏，需要吃什么啊，<對>然后你眼睛不好要吃什么、啊，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大概了解就好了，对对，<用>我就会大概，对，没错。好，那因为你说你有两个小孩，那你有没有因为小孩又接触到所谓的儿童瑜伽或儿童的这个体式能？嗯、应该强度跟大人不一样吧？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个儿童有，我上上那个就是关于小朋友成长的那种儿童体式能。 嗯、对，目前又想说，哎、欸，在小朋友小小，因为小朋友你知道他的电力都非常的强，就是放假的时候，你就可以带小朋友出去放电，然后我就可以运用一些就是那个儿童儿童体适能的东西，然后去带他们，顺、嗯、便去去激发他们的一些四肢。是、嗯、对，因为我小朋友其实是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吃太好了，过着翰林啊，嘿，叫翰林哎，对對,对，我就说很喜欢，就是假日带他们出去放电。 对啊，我看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店面呢、啊，除了我们讲的这个运动中心啊，这个、呃、其实还有什么儿童体操，对不对？很多儿童体操也很多，就是让你攀岩啊，或者是翻滚、啊、翻。对翻对,对，其实这些对于他们的一些那个什么脑部开发，还有身体的那个协调性，其实都很好。 对，但是是目前是我比较，我现在可能学到的东西，我还是先用在我们家两孩两个小孩子身上。我还没有出去去开、嗯、還沒开课，对，开开到那个儿童儿童那一块。哎、欸，所以这样讲，其实你们能够教授的范围非常的多。其实因为我们有已经有了一点基本的观念在，對要跨就很容易。对，要跨其实就还蛮容易的。嗯，对，你就只要去学习它那些它的主要的一些因素，那就其实就还蛮可以进去的。 那重点就是你学这么多，到底这个你的学生怎么找到你，或者是学生怎么信任你，对不对？要不然看起来好像每个体适能的老师教练都很厉害、嗯。这个的话，我就昨天刚好看起来都健健康康,康,康。<laughs> 这个的话，昨天我学生刚好有跟我讲到这一个问题，嗯、因为他是说我跟外面的老师不一样的点是在于说我跟他们可以很好比较，我觉得他他们可能是说的就是亲近吧，比较没有距离感。嗯 对，因为我会跟他们，就是当我不止把他们当学生，我把他们当朋友。是，对，就是其实我会说，我不会，我没有那么刻意说，你来上我的课，你一定要十二堂课就把它上完。嗯，你上完，你如果没有补课，你就你就损失了。我其实也没有这样，哦、对我就是其实我对弹性、啊，对我很弹性，我就很弹性。我因为我可能以前小时候的生长的因素的关系吧，我会比较注重于就是我学生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每一个人，我都会喜欢去关注到他们。嗯,嗯，每一个人你的程度在哪里？那我们就到这里。可是我都会去照顾一下他们。嗯，我不会想要，我不会希望说就是忽略到忽略到学生。可是关注过头，那个男学生又胡思乱想，<laughs> <laughs> 教练对他有意思 <laughs>。不我我会我会稍微移移动一下，确认说，哎、欸，你的感觉 OK？好，我就去下一个，去去看每一个学生。对，嗯、因为，我以前就是被忽略那个，所以我很很知道那个感觉。我不喜欢那种被。 学生有被忽略的感觉，对啊，这个运动现在已经都变成全民运动了，那几乎到处都有，包括社区大学、社区婆婆妈妈也会开个什么，嗯、对不对？對很多有有有，我有一般就是这样，就是他不是先找我，他是先找到我的朋友，对，也是老师，可是那老师他现在因为自己开开教室，他没有办法出去，所以他就找我。嗯 对我所以，我们这真子就是人脉 <laughs>，等他找我过去，嗯、然后就是他们的社区自己找邻居，然后几个人凑一凑就<对>，请你去上课。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凑一凑的。而且那场地也很一般嘛，就是只要开放场地就就就能够用了嘛。嗯，就是开放场地，然后就是有些社区它里面现在有就是有附设那个瑜伽教室。哦，对，其实你有那个场地，你觉得 OK，只要学生 OK，我就 OK。嗯、对，我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个什么限制的因素。就不需要所谓的这个木头地板，这个对不对？ 只要把他们不会觉得痛，我就觉得还好。因为你知道，你可能就是空间空间开嘛然后你有个瑜伽垫，你即使办公室你侧一侧位置都可以。嗯，你知道一个一个瑜伽垫就 OK 了。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都是要近距离的接触。我<你>我个人上课会比较喜欢近距离接触。对，疫情这三年 <laughs> 你怎么熬很难？对，很难熬这三年真的是每在视讯教学。对，视讯教学，视讯教学其实其实就很难，因为我可能看着他，只是说你的骨盆可能要再调一下，你可能要再调一下，然后可是学生可能会有点。 搞不清楚，说我要怎么去动，<對>因为他有在听我的指令，但是他身体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有时候还是要动手去调了，对他才会知道那个方向。对對,对，他身体无法控制，所以他们还会学、嗯、会比较习惯，就是上实体课。所以是靠救济活,活了这三年，<laughs> <laughs> 政府补助是吧 <laughs>？我就靠了那几堂课，就是那个没有没有关的几堂课，他们就是说宁愿戴口罩来也是上课。 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真的停下去之后，你身体就会就会很不舒服，嗯、他们自己会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说死人的身体都是卡卡的。然后、嗯、那这样子的话，那反而会，我觉得他们观念就很正确。他们就说一停，<是>那可能你的抵抗力反而会下降，那反而更糟糕。嗯、所以好歹这也要动一下就对。对对对，嗯、我就说你们的观念很好啊，就是至少你还是要动一下，你为你不你一停下来之后，那个人的身体就开始慢慢的开始退，嗯，肌力也会慢慢的流失。 好，那如果以你现在职场的一个发展，应该就没有年龄的限制，对不对？不管是这个呃健康教练或者是瑜伽教练，他好像都是可以一直做很久的。嗯，目前不像舞蹈，对不对？舞蹈舞蹈就真的比较有限制性，然后瑜伽的话确实可以，就是比较长远一点。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是走瑜伽这条路，嗯、我比较可以，<laughs> 就是可以养家里。<laughs> 所以你现在就完全不用思考这个未来的什么年纪一个一个转型，反正就可以一直教到底了。 嗯，对，目前是这样。我觉得目前就是至少找到了一个定位，嗯，对。要不然之前其实一开始上来台北的时候都还在摸索中，MV 也教过啊，有氧也教过，肌力啊，还有芭蕾那个民族课也都是全教，到处上就是到，对，就是到处上，就是就是还在摸索，就是说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嗯，对，然后是最后才开始慢慢找到这个自己的定位，嗯。 然后就一路走上去，但是未来会有什么一个更可能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可能还要再受过一些其他的一个证照，才有可能再跨？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变成一个讲师吧。嗯、哦，对，那讲师的话，那当然就是你的阅读量，我觉得你要非常大。是，然后你的专业专业知识你要非常的强，你才有办法去培训一个就是新的老师，或者、哦、老师培养老师，培养老师。对，培养老师的话其实，班对，就是你是变成有之前有培训过，但是是培训的是那些新手。 新手老师的话，那这样我們我觉得我们是还可以的。對,对，那可是如果说你是要培训已经是老师的人，你要再教教导他们更，你就要更厉害。除非除非你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东西。嗯，对，像现在瑜伽有很多的学派，有很多都是自己新开创的，新开创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培，就是开培训课，然后就是培训那些其他的瑜伽老师。说我们现在有多了这个学派。嗯，那你现在有了，你现在学习这个，你出去之后你，你你就可以。 就可以用这个学派去教课，嗯，所以自创一门，是是自创一门也是。<laughs> 对，其实我们刚刚一直讲瑜伽，那很多人都会去印度学习。嗯嗯、你过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吗？没有、欸，还是未来有考虑？嗯，我目前应该不会想说要考虑到印度那边去，因为我觉得先专注于在于当下。 我觉得我，我觉得我现在，即使说不用说说说到国外，我觉得在台湾，我在台北，我有顾到我自己的学生，我有顾到我的家庭，我觉得我把这几个都顾好。 就很好了。对，因为你还有两个小孩要陪伴。<laughs> 对，因为不能够抛家弃子。因为真的是人生就是一个选择嘛。对啊。對然后这真的自从小孩原本小孩子还没有出来之前，我真的全部的专注力全部都是在工作上。上<課>对，就是上课，<對>一直接课，一直教课，然后一直背课。疯狂！疯狂！真的是疯狂！<laughs> 你有什么时间？你直接很早的课你也接。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就是有了小孩之后，真的就是选择。嗯、你连课也要挑。对。因为就是连跟老板。 有没有荷叶是要挑？所以连上节目也挑，请了八遍才请上我的节目。<laughs> 八遍有这么多吗？<laughs> 没有，其实我们那个方毅老师是因为那张很健康活力的大头贴。那个<對> <laughs> 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是形象照，对不对？哦，对对，形象照，形象照。是是,是哪一个活动？ 呃，那个是那个是某一间教室，有因为有时候教室他们，我刚好那时候在台中的时候，嗯，跟一个教室还蛮合的。然后他们那时候要拍形象照，我那时候也是他们那里面的老师，所以他们就是说问我说要不要拍，我说好啊，那我就去拍。然后就是这拍完之后就只用这一张，我就不换了。应该有很多 pose 吧？很多、啊，但是特别挑这张，我就特别挑这张。我我就很喜欢这张，我喜欢活力，对，我喜欢开心，哦、对。对啊，因为如果是瑜伽老师，就会挑那个身体凹来凹去的，凹的超变态。对，我知道、啊你啊。你这一看就是所谓的提示 教练，对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子。我喜欢给人家的感觉是这样阳光。嗯，我不太喜欢就是给人家太有距离感的感觉。不会这样讲，你天天在上课，应该自己额外不需要再运动了吧？比较少，因为你上课就够超了。欸、因为我我之前我之前如果说还没有小孩的话，我确实还会自己在花时间运动。在增加强度对你可能那时候我在跟。 去将健身房教课教完之后，我可以自己留在那边自己,自己对我可以自己练，但、嗯、但现在不行，现在就是我就是真的选择，我要练，我要自己自己增进自己的能力，还是我要把时间留给小孩。嗯、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我我会我会先选择留给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在教课，我教课的最主要的因素回归于还是原本的就是为了家庭，家庭对，對真的就是为了家庭，所以陪伴他们更重要。对，其实我那时候现在有时候还是会提醒自己，因为有时候上课上到后来，真的有时候会有点。 就是会有点找不到说你自己原本要的是什么，为何而努力？对，为何而努力？就茫然。对，然后其实我就常常跟我的一些，嗯、就是我的学生讲说，其实有时候你要想想看，你今天为了什么而工作？你今天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嗯、对，就跟我们努力赚钱，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更好。那如果你这个努力赚钱一直抠门，一直存，一直存，那你努力赚钱，你生活没有更好啊？對,对，你生活没有更好。那该花钱还是要花钱。没错。<laughs> 该去上课还是要去上课？<laughs> 对，该去上课还是要上课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嗯，刚、呃、就说我为什么要在就有小孩之后挑老板。我那时候在跟就是去接课的时候，我会挑老板挑学生，那是因为。 小朋友，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对，对他可能就是今天就突然发烧了，今天可能就干嘛了，那你可能就是小朋友请假，可能要带去看医生。嗯、那可能就是确实对老板会比较不好意思說，说我可能不知道今天要请假。哦，你讲的，如果你在正职的话，<對>就很请假不方便。那你现在是所谓的这个趴探，对，到处趴對。对对对，就老板跟我就是说，他比较能够体谅。对，而且有时候找个，就现在有遇到很好老板，就是说，好，那你有状况没关系，我帮你找代课老师，對對對那你就去。 可是有一些老板会说：“嗯、不行，你一定要找到代课老师，你才可以请假。”他不管你什么事啦，可是,<對>就是你要解决他的生意的困难。对对，嗯、虽然说老板这么说也没有错，但是我会觉得说，那既然就是我们可能观念不同，那可能就是我不造成你的烦恼的麻烦，我你也不要造成我的麻烦，就是就是那干脆就是不要合作这样子。嗯，对，这自从就是有小孩之后，就反而就是选选的东西就会比较多一点。总归就是家庭第一。 我就觉得这家庭，而且你看，你陪伴小孩，其实那你看，你才三个月就进入职场，所以你在早年 baby 起的时候陪伴比较少。<laughs> 比较少，对我有愧疚感。对我很有愧疚感，<laughs> 所以我坚持我六日不上课。嗯，因为有有有时候学生也问我说：“老师，你可以礼拜六跟我约约一对一？”我就说：“不行，六日就是完全就是小孩子的时间，偶尔就是进修而已。”家庭生活。对，就家庭生活，嗯、就是我觉得平常平常陪伴时间已经很少了，那假日一定要陪小孩，他的成长不想错过。对，因为你已经错过两次，错 <laughs> <laughs> 过他的那个 baby baby 时期。对啊，baby 那时候。 哺乳的那个过程应该是蛮愉悦，还要帮他换尿 <laughs> 至少还好，拔屎拔尿。我还蛮庆幸是说我婆婆跟我们一起住，因为我可以、哦、婆婆帮忙。对对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小孩。不行啊，等你回家之后，他是抱着婆婆哭，然后不让你抱，你说换你伤心啊。还好还好，这个就还好，还好没有没有发生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是啊是啊，<laughs> 对，认婆为妈，<laughs> 回来至少还会还会想抱抱，还会想亲亲，那就还 OK 了、嗯。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嗯、到底学生到了？ 学到一个什么程度或练到什么程度，需要从团体班跨到一对一？嗯，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你没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有些如果程度不到，他跟你上一对一是浪费他的钱啊。對不,對不会哦，<的>反而有些程度不到的人，他会反而会更想一对一，哦、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跟不到团体班。嗯，那老师，你现在直接来一对一，你来来我这边上课，那你就可以直接专对我的问题去帮我做加强。嗯，对，这是反而是我遇到的学生比较多是像这样子的。 对啊，可是效果当然是一定是好的，可是相对它的成本高啊。嗯、对那如果他，<高>我的意思，如果他程度没有到，他需要付这么高的成本吗？是不是团体班先练到一个程度再来？哦，我知道你的想法，可是他的他们的想法是说，当我的状况我去。 我去那个团体班的时候，所以、嗯、他反而会觉得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呃、听不懂。对，但是就是他没有，他其实比较多的是，他们比较多的是，我想要加强他自己的弱项，某部分。对他想加强自己的弱项之后，<Okay. S 1> 然后，然后就是再来进入团体班的时候，他觉得说他的身体的那个成长速度会更快。嗯嗯。嗯对我遇到比较多的是，找我一对一堆都是这样子。对，<以>因为团体班毕竟他的课程进度比较慢，嗯，对，要符合大家嘛对。对，符合大家，而且团体班几乎就是一我。 我看大部分的学生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去去调整上课内容。嗯，对。可是那这样子话，很有可能，确实就是一两个学生比较没有办法顾及到他们的需求。对，對大部分人的好处，然后一定是少部分人的坏处。他对他一定会有练到<對>那个，就是虽然少数人就，就他他一定会有练到，但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他比较吃亏。嗯，对，可能就是说他的脚比较没有办法到那么开的时候，他比较没有办法完成那一个动作。對 对，然后他就会想要说，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是在，我就是在那个私底下再好好的加强练习。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学生也可以跟教练讨论嘛，对不对？嗯、他这样的一个进度适不适合转成一对一教练这样子？嗯。 对啊，应该你们还是会给他中肯的建议，不会为了上课而上课。不不不不，就是要看他，就是看他说，如果今天他是他的程度是已经是不错的学生，嗯，然后可是他说他说就是说他觉得他他他的那个状况是说我想要再加强什么，可是我觉得说他今天 OK 了，然后我說你就不需要了。要了例如说今天有氧课程，嗯，对，然后他是一个程度已经是还蛮好的学生，嗯、对，还蛮好的学生，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跟他建议说，那你可以。 再跳出来，对，你可以跳出来，你可以再去什么样的地方会更好？嗯對，对我有时候我我我给他这建议，我不会说什么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才才比较好，就没有一定一定，还是要给学生中肯的建议，因为你把学生当朋友。对我会我给他们几个选择，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嗯，对，好，谢谢方怡教练为我们介绍他的体适能人生，谢谢，谢谢，谢谢大哥。